草屯的新处理减碳有好撇步，把这个活动中心的二楼开辟做菜园啊，参加环保署低碳社区的竞赛，得到好成绩。由新处理长跟洪浩小介，带环保局人员作为了解地方减碳的工作，包括太阳能光电的使用，拢是主管循环搁再利用的观念。储存起来，过来加热，加热了后，咱过来再甲放伫这个咱的地下底，予咱的长辈啦，哦，来泡咖。另外，来到活动中心二楼，看到种真济菜色，那好心处理是大人加菜。部长嘛是希望活动中心卖收过去。边啊，竹墙，竹墙前后面拢用的，所以咱这个对我们冷气就开冷啊。新处理工有中央的肯定，因会继续推动改造工作，让里面有更加舒适的生活空间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